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 我来自 PJ。当初参加 Battleground 的时候，是以一个组合的形式来参加。参加的时候很开心，因为有 Billy 的加入，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，可以带着我们这样子去比赛。可是2天前我爸爸进医院，因为心脏病，所以我也不能去看他，因为我有练习，就是因为大家时间也是很紧凑，我只是送他去医院就这样而已。这一次比赛，我很想能去到日本，以一个目标来，算是对我爸爸一个交代，就是因为一直来他也没有对我跳舞有反对或者是赞成，只是我也知道他会担心我的未来会怎样，所以我希望我能进到日本，能给他一个交代这样子。